你来到阿明厅，你就不寂寞。You are not alone。来点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怎么有激情的问题呢？脚很痛，然后我就跟肥肥喝了一两杯啤酒，说脚好像好一点了。哎呦，真的呀？好奇怪，因为我是喝啤酒，你该喝，对，喝了脚都不痛了。不要说笑，要说要说，可能会差移中间一点吧。对，怎么会那么像？Yeah.